各位观众，大家好！新闻大解读，我是主持人胡宗信。今天是大年初一，我们做一个春节特别节目。我特别来介绍四位我们的客家友人、客家籍的专业人士。第一位，台北市客家文化基金会副执行长关武德先生，大家新年好，大家好。罗屋书院管理人罗世龙先生，大家新年好，大家好。江阿新孙女婿黄雍熙先生，大家恭喜新年快乐，新年好。好，竹田驿站文化园区执行长叶正阳先生，大家新年好，欢迎大家新年好，谢谢你们哈。我跟各位报告，我也是客家人，为什么？我觉得做一个媒体人，虽然我的籍贯其实是福佬系的哈。台南人，但是我要强调，我们都是客家人。正如我们大约一个月一次邀请香港的媒体专业教授，包括媒体人来台湾宣扬香港、捍卫香港言论自由。我在节目说，我们台湾人，我们都是香港人，哈，大家都是这个吴越同舟，休戚与共。在我正式访谈前，大年初一，我有必要再把这个节目向大家报告。我们的主题，国家认同，它叫台湾，独立公投，公共政策，基层草根，文艺复兴，公民社会，这是我们这个节目的三大主题。其中特别强调基层草根，客家文化的基层草根。同时，我们今天也继续大年初一强调推动台湾文艺复兴。为了配合四位客家朋友，我今天说我们要推动客家文艺复兴，而且我们的客家不是台湾的客家，是世界地球村的客家文化。我今天特别要介绍一个非常感人的故事，在北埔，那当地话说新疆比老姜辣，姜是老的辣，为什么新疆比老姜辣呢？有它的典故。当然，等一下我也邀请这个黄雍熙先生来介绍新疆比老姜辣的典故。我特别邀请目前担任台北市客家文化基金会副执行长的关武德先生，他也是我好朋友，他也是我们国内可能是第一个、唯一哈，目前得到以客家研究拿到博士学位者，他也是人尽其才哈。他所做的客家文化，完全跟日本野村证券一个很重要的智库哈，他们所推动的所谓的地方创生是有关系的，是不是？我们先请这个关副执行长来介绍，为什么这时候必须把客家文化以地方创生的观念来重新社区营造性？今天是大过年期间，所以大家很多人都会想到客家庄去旅游，那所以我今天刚好进入。今天大年初一的时间来跟各位介绍，其实对于现在客委会、中央客委会乃至地方的客家的专责单位，他们都有大力推行的客家产业文化观光之旅。那我想从两个面向来跟各位做说明。第一个，现在因为以前我们讲产业文化化跟文化产业化的概念，其实现在从中央到地方都推行叫文化产业化，也就是说，它如何让文化与经济互相的配合。连结，今天我们在场的三位几位来宾，都是在地方里面推行他们如何让古迹、书院或在地观光非常专业的一个经营者。所以呢，我站在客家研究的立场，我觉得应该要第一个，我发现现在古迹啊都采用所谓的联管营运的方式，也就是说他们不再是单打独斗，不管你现在到了南庄、北埔或者内湾乃至到六堆的地方，他们现在已经不再做单打独斗，因为呢，他们现在都用联营的方式，让古迹群甚至个生态旅游能够互相结合。类似我自己做博士班研究的叫类社会企业，也就是说，他们不是以盈利为目的，他要结合如何将文化产业化，凸显出文化存在性。唯有文化面内涵加深了这个商业经营的内涵，还有层面才能广大，而且才能深入。另外一个我自己观察到的，客家庄目前在推行观光旅游这方面结合了生态跟博物馆的概念。也就是说，客家地方的特色产业不再只有采购，我们把只有去买当地的特色，他们没有，已经把博物馆化了，而且结合在地生态的内涵。以举例好了，不管是北部地区或中部地区或南部地区，他们的都强调了，刚才胡大哥一直强调的地方创生的概念，让客家的观光产业能够走得更远。也就是说，像客委会在春节期间，他就推行了所谓的369的观光廊道，那369台山县、六堆、台九县。那像新竹县政府在过年期间也推行什么呢？3街、6巷、9宗祠的打造青埔镇宗祠博物馆的方式，也就是像这种都是联营的方式，来创造春节期间深入客家观光旅游的内涵。那369台山县、六堆、台九县。那像新竹县政府在过年期间也推行什么呢？3街、6巷、9宗祠的打造青埔镇宗祠博物馆的方式，也就是像这种都是联营的方式，来创造春节期间深入客家观光旅游的内涵。好，我自己曾经做一个历史专题哈，这是一个在澳门的卫星电视台特别委托我做，叫做徽商，安徽的徽商专题。于是我就到目前的安徽省的西南部的古称徽州。我们知道徽州就是有一个大思想家朱熹朱子，他出生于，他是婺源人，安徽婺源人。但是发觉到这些徽商赚了钱以后，第一件事情就是盖书院。他们知道我赚了钱，有企业了，要培养我们的儿子儿女，要读书，要书院。所以朱熹还曾经到今天的这个金门来讲学，在台湾也一样。台湾的移民，他们来屯垦，就像美国的这个5月花号啊，他们屯垦以后就开始哈佛大学、耶鲁大学，其实早期都书院。台湾也一样，以我所知的辅导系为就台北市今天的大龙洞哈、大龙崩有一个陈老师府，到现在为止还有3根旗杆哈，因为种举就要1根旗杆嘛，那现在只剩1根哈，那个种举。这是一个典故哈，因为在早期屯垦时代，清代啊，台湾还是福建一个，事实上还不是一个府，还不是省。于是那时候呢，我们的台湾的子弟啊，要考试就要到省会，就是福建的福州考试。那你想，我白天要种田，晚上读书，一定是很有限嘛，实力有限。于是啊，台湾的子弟啊，也有辅导系的，也有客家的哈，就到福州去。当然，都名落孙山嘛，因为毕竟啊，你在要屯垦嘛，辛苦工作嘛，所以啊，当地的福州人啊，就有一句话说：“台湾锦不高啦，台湾鲟啊，台湾的螃蟹啊没有膏啦，一直没有料啦，康巴给啦，台湾锦不高啦，哦，就是无料啦。”有一位陈老师很不以为然，他于是就开了陈老师傅，就书院。教育子弟，到今天为止已经成台湾的文化部的固定古迹了。中举那根旗杆还在，这就是非常感人的故事。客家籍也一样，也有罗屋书院，太多的客家书院了。来，我们就请这个罗屋书院的老师罗世荣老师来分享你们的故事，请。我们这个罗屋书院啊，它是一个客家100年的一个三合院啊。那在这个三合院里面，其实以前就是作为私塾、作为学堂的部分，所以各位可以看到，其实在这个三合院啊，我们在这个所谓的上南片这个地方哈、啊，那这个建筑其实它最大的一个特点就是，其实它在这个建筑里面，它有非常丰富的石雕、木雕、泥塑、砖雕。剪黏啊，所以你在这个建筑来这里，你可以正面的看到哈，它在像在这边，它就是有一整块石头的雕刻，然后上面就有4个故事，好，分别代表忠孝廉洁，好，等于是祖先把这些传统的价值以及这种思维哈，都已经在镶嵌在这个房子上面啊，所以同时你可以看到像这样的木雕哈，其实它也非常的细致啊。包含这个代表加官进爵哈，期许子嗣哈，多读书哈，认真努力啊。同时，其实这个房子很重要的啊，在我们的正门上面，其实祖先留下来了8个字：为善最乐，积德当先啊。所以善跟德其实才是最重要的我们要应该去追求的地方。那来到这个地方，其实它不只是一个老房子，其实很重要的我们现在还有不管是跟社区妈妈的这个客家美食啊，甚至我们作为我们传统的这个菜包的这个 DIY 哈，让孩子来这个体验传统的这一个客家的这样的一个生活啊。所以甚至我们在我们的合成那边，我们也提供粉笔哈，让孩子跟土地贴近土地，发挥他的创意。所以我们希望让一个100年的老宅，它有一个新的生命，一个新的可能，来发挥它的这一个历史的一个价值与意义。好，非常好哈。也是透过关武德先生哈，邀请我到他的故乡北埔哈，就新竹北埔去做一个文化导览，就到江阿新的洋楼去做导览。那他们江家的子弟也大家一起来给我做导览，我印象非常深刻。我进去的时候，突然有一个绅士这样走出来，好像金枝古人了哈，他是一个绅士。一问才知道叫做廖运潘先生哈，廖运潘先生。他的兄弟有一位在医学界赫赫有名叫廖运焕医师，我在大约高中或大学的时候就拜读廖运焕先生的著作，他是最早期把弗洛伊德的论述翻译到中文者廖运焕先生，所以他也是一个启蒙者。廖家江阿新洋楼是一个非常非常感人的地方创生的故事，来，请看。那个他们说要买回来，他主要的目的是因为他怀念他的阿公。这个洋楼是他祖父的那个可以说是他的呕心之作。他创立这个永光公司为了发展北埔是山坡地嘛，山坡地种茶是最适合的事业了。人来一定会到这里来。第一个人来看茶园，看茶工厂的设备，看你制茶，只要有永光的东西，就可以卖得出去。他有时候做生意不考虑那个利益。当时阿公也没有想到说他会破产，他也会离开这里。当时普通说江阿新路，工厂没有了，茶也没有了。那人家就没有事做，还通通搬走。这个以前这个还有一个学校，通通没有了。我常常陪爸爸聊天啊，他说如果有可能，我们将来把阿公的房子买回来，可以为北埔做一个图书馆。那中间很多人帮忙。其实这整个过程，一直到要回头看才会知道说。哦，原来自己的家人跟人家是不太一样的。其实从我祖父就是浪漫的人嘛，才会去盖这样子洋，不计成本的去盖这个洋楼。然后又我们就是留着他的学生，我们也每一个都很浪漫，一直就是把它定为是一个公共的一个资产的一个想法。虽然它是一个私人资产，啊，所以我们也没有犹豫过。现在美梦成真，好像还在做梦一样。我记得上一次我到就是江阿新洋楼参访的时候，我刚提到就一位其实很像，我觉得很像日本的绅士，结果一问才知道是廖运潘先生，他毕业于台大经济系。于是我跟他说：“大学长好，神拜好。”哈，还跟他鞠躬哈。我们今天所邀请的黄雍熙先生就是江阿新先生的孙女婿。能不能请你自我介绍，你跟廖家跟江家的关系，然后来介绍怎么重新再造社区、再造地方创生江阿新洋楼故事？请。好的，江阿新先生他没有生小孩，所以他只有生了一位独生女。那后来呢，廖先生跟江阿新先生的独生女结婚以后，就是说这个小孩呢，一部分姓江，一部分姓廖，这样两边都可以传香火。所以呢，小孩里面有姓廖的，也有姓姜的。那我跟姓廖的女儿结了婚，所以变成这家的女婿。好，我插一下话哈，刚才我们所播的这个音乐哈，这个音乐比那个舒淇小姐那个酒的广告的配乐更好，也就是我们今天这个雍熙先生的夫人哈，也是一个钢琴家哈。来，请继续。好，谢谢。那今天借这个机会呢，我就顺便介绍北埔的这个故事，因为在北埔江家是最有权势的这个家族，但是怎么会变成这个样子呢？在这个清朝，福建跟广东的移民来台湾的时候，在这边因为客家人来比较晚，为了争夺这些资源呢，就常常会有冲突，会有械斗，所以两边关系并不是很好。那江家的这个在北埔开垦的这个祖先呢，是江秀銮先生，他是在琼林的客家人，他居然跟新竹的闽南人合作，组织了一个金广福垦号，到北埔这个地方开发这个大爱地区，包含了北埔、峨眉、宝山这一带。那这个在台湾的这个开垦史上，大概是唯一的一个例子是闽客合作的。那这个可能也是最后一个垦号。那这些垦号它本身都有武力，到这个地方，因为那个地方是原住民的这个地区，所以呢，在开垦过程要去抢这个原住民土地，就要有武力，所以在开垦过程当中伤亡很厉害。那后来闽南人就退出了，退出剩下江家独立在那边开垦，所以后来江家就变成北埔最大的这个家族，拥有大概北埔大部分的土地。那所以江家的这个家族史跟北埔的历史是密不可分的。那现在只要走进北埔中心地带的话，大概200公尺范围之内，有金广福公馆，有江秀銮家的家族的祖屋啊，那还有江阿新洋楼，还有慈天宫，这些都是江家人在开垦过程当中留下来的这些建筑，承载了这个北埔的这个历史。那我今天主要要介绍在洋楼这边。那江阿新先生是江秀銮先生的第6代子孙。那他在1920年代呢，从造林开始，然后投入制茶产业，规模最大的时候有8家茶厂，最远有到南投埔里。他成立这个永光公司呢，出外销这个茶叶到日本还有英国。那因为它的那个规模很大，所以当时在这个茶叶界呢，称它为茶虎。这个为了要招待这些西方的客人，还有外国客人，所以他就盖了这栋洋楼，同时也为了自家改善成现代的这个住宅。这个洋楼是1946年开始盖，到了1949年完成。战后呢，这个台湾的这个产业，因为台湾社会经过很大的变革，国际市场也改变了，所以这个茶叶市场，因为这个暂时的印度跟斯里兰卡的停产的这些茶园开始慢慢恢复，所以抢夺了这个国际的市场。所以台湾市场因为规模很小，然后在这个日据时代有这个所谓的根据种茶面积管制的这个茶叶的次序，到这个时候解除了，开始大量茶厂出现，就变成恶性竞争，使这情况更糟糕。那在1965年呢，江阿新先生的这个公司陷入困境，在1965年就宣告倒闭了，破产。那江家一家人呢，一无所有的离开北埔，在台北差不多流浪了50年。后来呢，一个很巧的机会，让我们有机会可以去把这个洋楼买回来。那在这个过程当中呢，一个最关键就是刚才讲的江阿新先生的女婿廖元盘先生。嗯，那他在公司最困难的时候呢，江阿新先生请他回来帮助。那他在北埔协助江阿新先生想办法撑住这个公司，可是呢，最后因为这个太困难了，到最后还是破产。那廖先生就把他所有过去这一生所经历过的这些事业上的、人事上面的这些经历，还有当时的社会的变革、这个社会的背景，全部写出来。他写了一共9本书。好，他这个叫做想到什么就写什么。那这个书呢，他认为说这个是家族的内部的秘籍，它不适宜对外开放。所以呢，他说这个给子孙看看，说我们这个家族有经过哪些故事。那这个是非常关键的事情，就是说第3代小孩离开北埔的时候非常小，对北埔没有概念，因为有这些书让他们了解了这些北埔的事情，跟北埔产生了连结，所以这后来变成一个很大的、很强力的动机，让第3代小孩愿意去做这个事情，把洋楼买回来。好，我们等一下再来请教你怎么把洋楼买回来重新建构哈。刚才黄先生特别提到，他们家族已经写了9本家族史。我要强调哈，每一部历史，好的历史、好的文学论述，都是从家族史。德国大文豪汤姆斯曼，他也是诺贝尔文学奖得主，他的第一本著作是26岁所写的，以此扬名。他就讲他们6代，在德国北部一个，其实一个小镇，一个山岗的家族故事。换句话说，写家族史正是我们重新建构台湾历史一个非常重要的环节。我们等一下会再请这个廖先生的女婿了哈，来讲说怎么重新营造，这是地方创生问题。竹田驿站，我看这名字的时候以为是，是不是日本字还是客家字？真的有竹田驿站，因为亚陶嘛，我们湖老系叫亚陶，也就是日本人说的车站嘛。但是客家也有叫以竹田驿站作为地方复苏的枢纽，因为今年2019年，行政院已经正式宣布是地方创生元年。我想竹田驿站，我很想知道这典故，是不是种竹子的田呢？还是日本的这个和氏汉文，还是客家名字呢？能不能请这个叶振洋先生来跟我们分享，请。啊，主持人胡大哥，请，还有各位来宾哈，大概你新年哈，大家新年好。好，我来介绍这个竹田驿站哈。那这个竹田驿站，这个我们把它当时把它切入到为做地方创生的一个，为那个地方复苏的一个枢纽哈。它本身就有在我们在这之前有以前实践经验哈。八八水灾之后，我们在佳冬做灾后重建，灾后重建的观念那个经验告诉我们，单一个点到最后还是撑不起一片天。后来虽然有一个古迹，但后来我们把它做成一个区域型的时候才这个刚好符合这个地方创生现在在讲的，它没有办法靠单一个点来那个，要把它整合成一个区域型。那整合成区域型的时候又要靠，我们地方创生重点我们到底要解决什么问题？重点就是说我们人口外流嘛，我们年轻人没办法在地的就业机会不足，那怎么来创造在地的就业机会？那创造在地的就业机会，能不能就地方的文化资源把它整理起来，变成一个文化经济来操作？那这要做成文化经济，那现在有一个体验经济，这个很夯的。那要做成体验经济时代来临里面的那本书里面，体验经济的操作有5个步骤啊。第一个步骤就是要有主题哦，没有主题的话没有主题可能就是会变成回到以往的所谓走马看花，这样的一个形态。那有主题，我们要从地方的资源里面去串联成有主题式的来做一个铺陈，用这样的方式把整个一个地方的透过旅游形成一个路线哈，啊，透过一个主题去把有关的资源点然后串在一起，变成一个有主题式的深度之旅。好，那现在地方要为地方来做创生，要引进外客来，那回到那个消费端这边来思考，消费端怎么去到你那里？那我们交通部观光局哈，每年都有做一个国人旅游状况调查报告，它影响国人旅游决策。我这个消费者愿不愿意到你的地方去？第一个因素啊，结果就是交通的可及性。几乎每年哈，就消费者的调查，影响消费者的消费决策是交通的可及性。第二个，有没有去过？有去过，他可能就想啊，那有去过了，要换个地方，那主题就要换过了哈。让它变成感觉没有去过，好，那个主题要重新。第三个有没有美食，啊，第四个啊，那个有没有主题活动等等，啊，有这是1、2、3、4哈，是我们做旅游里面哈，地方做观光里面文化观光里面很重要的因素，其他还有次要的因素了哈。那再过来哈，那所以哈，我们有交通的可及性这样的一个主要因素，历年都不变的哈，我们想到。那整个六堆地区是我们把六堆好作为一个区域型的概念去看的时候，我们发现那个竹田驿站哈，这个日治时期留下来这个木造车站哦，果然是日本名字嘛哈。对，竹田你看哈，对，塔克塔，好，那个日治时期这个竹田驿站这个园区，它有交通的可及性，它有哈，然后整个现在国道3下来4分钟啊就可以到达，好那。有这样的交通可及性，很容易让游客很快速的，而且竹田驿站本身有旅游运输，还有美食，还有地方艺文，还有地方产业的一个汇流点在内。园区整个园区有五分八的空地啊，经过长时间哈10、20年这样长期累积下，再变成假日很多人想要去那边休闲的啊。那我在。啊，这个日式时期，那当然，如果以一个竹田驿站，来讲哈，我们就想要再发挥成变成地方区域型的，一个带动者的概念，就会把地方的故事啊，整个串过来。所以我们来介绍，就是变成说，它甚至要变成一个我们六堆地区哈，带动这个六堆地区活化的啊，一个切入点，那就会。来介绍这个六堆的故事哦，六堆。那六堆哈，竹田刚好是我们六堆里面的中堆，嗯，而且竹田的旧地名叫顿悟。请问一般人不知道堆什么意思？堆对，现在我们来讲六堆哈，是康熙60年朱一贵事件的时候，朱一贵事件客家人哈，为了自保，没有要归顺在这朱一贵之下，朱一贵把台南府城抢下来之后，自己封自己为中兴王。南部客家哈就集结起来哈，组了6个营队，那个人家叫六营啊，六营。这6个营以高屏溪为天然屏障，朱一贵在台南府城派兵要征讨南部客家，南部客家以这个高屏溪为天然屏障，面向高屏溪哈，面向高屏溪，他组了这个前后左右中啊先锋6个营队，这个6个营队在康熙60年就组织起来去对抗那个朱一贵的哈啊，所以当时的协官平乱。之后，后来哈，清朝就论功行赏了哈，把客家哈这个部分哈，有所谓的六营哈，但是到了雍正年间，这个国家也怕这个民兵自己拥兵自重哈，啊，后来客家这边用军队的队跟堆同音哦，啊，我们不要用军队啊，用堆改成6个，原来如此，六个堆哈啊，这个6个堆。啊，一直沿用到现在，一直到日本时代才开始又担心，这个六堆哈，后来透过行政区的调整，把六堆把美浓再归高雄那边管，把它拆开来了哈，好，这个六堆现在在讲了，中堆就是竹田哈，竹田这里，现在竹田当地哈有6堆忠义祠，你看康熙60年朱一贵事件，还有到乾隆的51年的林爽文事件。啊，这些协官平乱啊，阵亡的哈，保乡卫土阵亡的，都入世在这个所谓的6堆忠义祠哈，6堆忠义祠。原来这次去年的选举，所有的不管是白玉苦瓜或白玉萝卜，都来自六堆的产物哦。所以美容哦，原来是日本人把它从这个堆把它推出去，到从屏东到高雄去了哈。其实这是外来政权的分而治之啦。哦，不管怎么样，白玉苦瓜、白玉萝卜，大家都尽量行销吧。哈哦，都是这个很多这个美容的产物哦。等一下还会谈到高丽菜嘛，对不对？哈，是。其实有一位语言专家说啊，高丽菜不要以为是高丽来的啊，高丽啊是印尼话啊，是从印尼啊荷兰人统治印尼后来台湾嘛，所以高丽菜是高丽是印尼话，从印尼引到台湾，哇！我才恍然大悟，我以为说是韩国来的哦。我刚刚以为我们前面那个泡菜，我以为是韩国泡菜，结果是你们六堆的泡菜，是不是？是是是。哦，哎，高丽菜崩盘了，崩盘了。怎么样？哦，原来如此哈。怎么样来转换成二级、三级和整合在一起？我以为你要跟韩流一样，要所谓追求韩流，要高，事实上韩国泡菜原来是你们的美容的。哦，是哪一堆的哈？中堆哈，六堆都有的。哦，六堆的泡菜哈，请多多行销。哎，我要替这个替他们行销哦。哎，不是只有高雄市场行销，我们都要替他们行销哈。在文化论述里面有一个很重要的概念，叫做 the other， 他者，其他的他者。就比如说我是福佬系的人，我常说啊，我的祖母叫做王欢婆啦。啊，环保啊，这个字上现在是不好用啊，不好意思。但是我在想说，台南当地一定是平埔族嘛，啊，长大的时候，日本时代他一定啊环保，咱叫环保，表示我的祖母就是西拉雅族，从名就知道了。所以其实大家有不同的籍贯、不同的认同，其实不同的族谱，其实都是我们都是台湾人。我要强调这一点。所以为什么大年初一我就客家文化？他者，我为什么今天叫做推动客家文艺复兴？就他者，我希望大家一样对客家文化、对原住民文化、对所谓的国际移工文化。各位知道吗？现在台湾的原住民是有40万上下，好，有人说42万了。国际移工哦，哎，现在这种外劳外佣这个字不要用哦，这种字其实是有负面的。国际移工在台湾，这个统计有60万。比台湾原住民还多了，这60万里面有30万人是信仰伊斯兰信仰。我记得去年啊，有一个雇主啊，竟然要求他的印尼的国际移工硬要他吃猪肉，哎，这是绝对的羞辱啊！这个羞辱就好像你今天叫我吃五宝村的面包一样，我也觉得我被羞辱了。这种面包我不吃的，对不对？因为他说他骄傲中国人嘛。他叫中国台湾，我不吃，我刚才讲大年初一我不吃五宝春面包，就像你不能要求一个伊斯兰信仰者吃猪肉，就是你不了解他者嘛。我是以这个例子，我希望透过客家文化也反思不同族群大家的认同。因为伍德兄上次邀请了几位客家学者提出，台北要打造成全球客都，客家人的首都，全球客都，哎，非常好啊，哎，我希望你这个客家文化园区就要打造客家全球，哎，各位，伍德兄跟我知道说，牙买加也有客家人呢，对不对？马达加斯加也有客家人，摩里西斯也有客家人呢。不要只以为只有六堆或是桃竹苗啊，也不要只有什么广东梅县啦。哦，我以前的中学校长他是广东梅县人啊，因为每天都要稍微上课，他讲的广东梅县客家话，我3年我听不懂，因为他讲北京话，就我觉得北京话怎么跟客家话那么像？其实他用客家话在演讲，听了3年广东梅县的客家话了哈。哦，现在我跟伍德兄也开始学不少客家话了哦。怎么打造全球帝都？哎，伍德兄，这应该是柯市长应该交给你的任务吧？是不是？是是。来分享。嗯。因为过年啊，我们其实我要跟大家讲的是，我们目前台北市当然是愿景啊，愿景。那我们后面我们陆陆续续我会邀请了全球客家的研究者，还有介绍者，我到利用在其他节目的时候介绍给所有的观众，大家来分享。的确，客家人已经走到全世界，因为离散族群的一个。那我们今天回到说，我们今天我发现到客庄地区目前古迹啊，它是有一些状况的。因为以我新竹县来例好了，地方文化馆首先存在人力不足，还有经费不足。比如说现在我们北埔乡的邓南光影像馆，胡大哥也有去过呢，现目前就关起来，地主收回来，为什么？因为人力的关系，经费不够。那要有什么解决方式呢？其实在座刚才三位的来宾都已经提到了，就是特别强调要说在地故事，透过故事的论述啊，让深化，让人家知道说这个古迹或者说这个建筑物不是死的，它是个活的。让透过论述在地人的分享，让他知道故事性，才能吸引观光客他去驻留去听。那我引用了这个联合大学于龙通教授他这本书，从传统创新来解决客家观光文化的问题。他这书中特别提到两个论点，第一个在学术上，他要结合产官学的能量，透过资源盘点与整合以及田野调查方式进行文献资料的记录。那实务上要怎么做呢？他这边也提到了，也就是说凝聚家族成员共识，创新设计营运计划。当然最主要整合行销概念，刚才几位来宾都有提到了。所以呢，融入社区特色活动是非常重要，因为不是只有你单点，一定要结合在地，到底你其他的场馆、其他的老街到底是什么，大家来打团体战，而不是单一去做，这样子才能解决目前客家古迹活化的问题。好，我们希望推动，强调一次，推动客家文艺复兴，推动台湾原住民、台湾福老系，包括台湾的各种国际移工，我们都应该跟他们休戚与共哈。我几年前因为那个电视台委托我到安徽的南部，就徽州，古称徽州哈。哎，我后来寻访那个朱熹自己在当地哈盖个朱子书院，而且看上面还有乾隆的题字哈，朱熹书院题字，表示多重视哈。结果文化导览的时候啊，我一看哈，八嘎嘴啊！我不知道为什么当地县政府在朱熹书院的正对面盖个公共厕所。我说，哎，你们，我做什么讲？你我告唔卖你个不卫生了哈哈！台湾话这句话当然很负面了哈。然后呢，旁边我看到有一个摊商啊，各位，我这是我第一次看到啊。我们平常看猪肉看习惯了哈，一群狗被屠杀以后挂在那里，挂在树上上面卖。哦，我是第一次看到有那个在公开啊，在朱熹书院乾隆的遗址前面卖狗肉。我们一群摄影记者每个都受不了，都我想，我还是我也在公司讲阿伯浪干卡跟照，看了非常难过。那么重要的文化遗址前面盖个公共厕所，旁边是有狗肉商在那边挂在树上卖狗肉，这就是对文化态度吗？我希望以这个负面案例说，幸好我们台湾大家非常重视我们的文化实力。因为时间关系，我只能让三位各做3分钟论述。我在今年一定各位邀请来谈你们各自的故事，我会透过武德兄哦，因为我要推动，我已经答应，我大年初一做个那个宣布啦，推动客家文艺复兴，我今年一定要做50讲，一定要继续邀请你们的各自的故事。是不是请这个罗屋书院？我相信你是以最严肃、认真的、很尊严态度，在绝对不会在你们书院旁边盖个公共厕所嘛，对不对？我是这个例子哈，文化多么重要！来，这个院长，请。啊，这个各位来宾，这个在过年的这段期间啊，其实大家真的可以开个车哈，来到新竹关西啊，我们罗屋书院就在新竹关西啊，在这个地方，诚如其他这个来宾所提的，其实我们在所做的事情，绝对不是只有这一个三合院而已。三合院其实它是一个平台，你来到这里以后，其实你可以除了在这边玩耍。好，我们在这边玩耍以外，好，我们除了在三合院里面的房子里面玩耍以外呢，我们很重要的是，其实啊，我们甚至有时候我们也会有戏剧的表演啊，甚至我们也有跟社区的这种音乐的这一个表演哈。然后在这个前面呢，我们也有稻田哈，所以你来啊，也可以在这个周边的稻田里面走啊，然后甚至在这旁边有溪水。哈，有老街啊，有茶厂啊，所以你来到这个地方，不是只有这个历史与文化，跟周边的这一个生活的环境哈，漫步在这一个我们客家小镇啊这样的一个这个环境里面氛围里面哈，所以其实这是一种生活情境的体验与享受啊，所以我们是希望就是邀请这个来自全台湾各地的人，你可以来到这里啊，去感受啊这一个小镇的风光啊，甚至我们在这边其实我们这边附近有水车啊，我很想跟各位讲一个，就是我们甚至来自国际的这一个朋友哦，其实我们也都来到这样一个小镇来。这个享受客家的风味。好，过年各位到京都、大阪旅游，一定到关西嘛。台湾也有关西哦，但是台湾的关系跟日本的关系不一样哦。这个是典故好的，这个等一下我们会请你们解释哈。关西啦，啊，美浓也是日本字啊，哦，那这个高雄打狗嘛。那以前啊，主要从日本四国岛来台湾东部后山屯垦的，有个吉野，或者叫吉安嘛，你从各种名词就知道了。北埔有个故事，我上次透过武德兄到北埔请教你们当地一位耆老说啊，我们附近有个山上啊，半夜你不要去啊，你上去的时候啊，有一群人啊，这个没有头的人在那边行军了哈。我说有这种事啊。他说：“我们当初日本人来打到这个北埔的时候，我们北埔人对抗啊，哈，就对抗，所以后来被枭首，所以到现在听说了，当地人说这群人啊，为了表示他们的忠义精神，每天晚上在山上还继续没有头在行军。当然，这故事也许是虚构的吧，或者传说吧，但是这表示客家的应景精神了，哈。我想这个雍熙先生正是。”秉承这个北埔的这个应景精神来重新建构，未来我会花时间来谈江阿新洋楼的故事。来，能不能简单介绍来向大家分享？请。好，北埔虽然说刚才讲到很多古迹啊这些古老的故事，那其实现在正在一直发生的，北埔有许多可爱的人一直在写出新的一页页的这些故事。那他们呢，希望说活出一个新的时代的农村。然后可以让这个传统保留，那也可以在现代社会生存。那有个例子是叫南外社区，南外社区呢有两个村庄，一个叫南坑村，一个叫做外坪村。那人口不多，那在这个在这个村长叶桂林的号召之下，他们把两个村子合起来组成一个南外社区。那在这个社区里面呢，他们在西边。营造人工湿地，啊，富裕这种台湾原生种的屏风草，然后再大量种植这种蝴蝶的食草，吸引蝴蝶来，所以这经常有满天蝴蝶在飞舞。那同时呢，他们又鼓励农民有机栽种，啊，这个农作物呢由这个社区活动中心做个平台来销售，那从中间提供15%的这个经费给社区做这种办活动的经费，那农民很愿意这样做，而且这个成果非常好，所以农民愿意继续增加这个种植的面积，同时呢，又制造出这个就业机会。这个社区中心呢，吸引了3个年轻人从外乡回来故乡就业，所以是在一个没有平地的小山村里面，这是非常难得的一个故事。那这里面有更疯狂的一件事情，在这个村子的500公尺的山顶上，有个小平台。以前有一个江家的古老的火房屋，客家话叫火房屋啊，已经几十年没有人住了，所以已经完全垮掉，然后变成个废墟。他们觉得很可惜，他们也想要说可以把它恢复起来。他们就去找这个原来主人，跟他说他们来修可不可以？原来主人很高兴答应他们，他们就想办法去这个申请经费。好，这样子哈，我们一定会做一个江阿新洋楼重新社区再造的故事，我们请武德兄来规划，因为这个故事是一个地方创生的成功典范。我希望以这个典范告诉所有人说，这都是我们台湾共同的文化资产哦。最后，我当然要请教这个叶执行长哦，我刚看的是要凤山县，这次选举不是有33吗？清代叫凤山县，举人有28位，六堆市子考中举人就有20位，考中进士有4位，六堆市子中占有进士3人，其他考上秀才、贡生等更不胜其数，成绩十分优异。清朝时代福州人，台湾金无够，人家六堆就很有高啊，很有料啊，对不对？利用这个机会，我也希望过年期间呼吁大家哦，高丽菜驾崩了嘛，好，来叶执行长推销一下，然后鼓励大家。北有北埔，南有六堆，大家应该去客家帮他们行销，不是只有韩国瑜市长行销，我们都要替台湾行销嘛。来，执行长，请做结论。好，刚刚讲哦，这个地方的深度治理要变成文化观光，要满足游客的求知欲了，满足游客的见闻欲，最重要，另外还要让他体验文化的差异，这三个哈。那这个三个在六堆里面哈，我们把一个点。慢慢扩大整个一面哈，我们等一下来看一下哈，把六堆只为视为300多年来哈，美浓高速这边是靠山的地区，然后呢，内埔、万峦、竹田这边平原区，然后呢，佳冬、新埤沿海区，这个3个区域哈，因为这样地理环境不一样，因为周边的族群不一样，其实虽然都来自广东的客家哈，所谓四县。但是在这边300多年，它已经形成了文化差异。这种文化差异有达人带路的话，哈，就可以很容易的去切入到这个3个地区整个区域型的哈的一个文化差异到底在哪里，它文化的特色在哪里，嘿，然后可以满足我们游客哈的求知欲、见闻欲，这个是我们文化观光里面。那还有定点的哈深度导览的，那就可以扩充到区域的。我们希望大家过年期间，除了到日本关西，也要到新竹县的关西，还有六堆哈。第2小时，我也透过关武德先生在介绍，我常说客家有很好的传统音乐，比如说唢呐也是啊，唢呐可是鄂图曼土耳其帝国一直传到这边来的，这不是台湾传统乐器啊。土耳其音乐家说这是我们的国乐啊，也是客家的国乐啦。但是客家音乐也跨界了，有把肖邦式的布拉姆斯怎么跨界呢？重新融合，创造新的音乐形态。第2小时，我们就来探讨怎么把客家文化跟当今的流行的古典音乐或摇滚乐或这个 rap 就是街舞结合呢。第2小时我们来探讨。感谢4位，我们未来会不断的推动客家文艺复兴，谢谢。